不得了啊！这玩大家很喜欢的游戏，哎，上次有遇到我的，应该也在战报那边看吧？我们这期先征主堡，哎，他其实都有一个首都，哎，我们的首都在哪里啊？啊，哎呀，谁叫你把这个摆这边的啦？你真是欧北摆。我不知道是谁摆的啊，摆的这么丑。就是在玩防御啊，玩防御大本营，这是到底在干嘛？叫你怕掰呢？反正我昨天研究了很久，我再找一下，到底要怎么？就是我昨天研究一下。到底要怎么去看别人的家？除了加好友以外，还有什么方式？然后后来我找到了，就是等我一下，你们可以做法术，但是你要从那个。头像那边去，训练 好了吗？我们先实战一场再说吧。来，恭喜 TIMO，我们再看，也看着看着看起来有点强哎，你们盖一边啊？很快对不对？来火炮收掉了炮击塔，来收掉箭塔，这是他的摇钱树。其实我们胖的不用出来，就胖的很好用啊，因为其他早就被 gank 掉了。对吼，不是有那个资源可以领吗？没有法师在后面。那法师被挡住，哎，这里挡得到。我这里算。这个也算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最后再打哎、欸，不然这边很浪费时间。应该先给你们重点，我这样搞最后讲不完。我们这边先领一下支援车，哎、欸，我想要先讲支援车是什么，因为支援车这个有点作弊，对，车没车送到。当大本可以升的话，哇，超级爽，可以的吗？啊！如果现在请必须先介绍一下建筑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进阶联盟了。哎、欸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隔壁，这谁这样？甚至可以直接去他家里面。啊，这边可以直接介绍人家的角色哦。是他诶，那谁小机器？就是跟小不知道讲了没。你上次说要怎么看啊？有点忘记。
哇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最好的那个。其实我那时候想要怎么看，但是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忘光光了。这里啊，这边可能你看可不可以先把这四只出一出。